下周二，你还是得帮我拍，因为我要装在那个显示器上。USB 线，我靠，这个好重啊！是那个夹子，从哪撕开，把这个膜给撕了。那个灯柱，应该是这么着。装不进去。哇，已经是 USB-C 了，这个对着上来，对着上来。嗯。嗯，好像就是这样了，好像也太厚了，感觉。能固定住吗？可以，但是我有点担心这个地方，是不是有点超出边框了？我超出边框了就尴尬了。什么叫超出边框？这下面有个地方固定屏幕的，如果这个卡的地方正好在边框的里面，就把屏幕挡住，还没挡住，没挡住，差一点。哦。对，然后把线接上。线要接到哪儿啊？电脑上。看你凌乱的桌面。OK， 嗯，然后打开试试，打开灯试一下。咦，尴尬了。这么吗？好了。哦，是挺亮的哦，这感觉你再把它关上，对比一下桌面效果。哦，真的差很多哎。哦。很清楚，现在。向往上拍试试。看，哦，还挺亮的。对。然后这上面有好几个按钮，这个好像是调亮度。一个调亮度，一个是调色温，轻轻触碰就行吗？对啊。然后有一个是应该是自动，这个键是好像没有自动变哎，哦有变。对，然后有一个自动调光，右边那个键自动。这是黄光。对。这是蓝光。这色温了。这个好像好看一些，哦。那这个呢？我关。嗯